好，嚟到福慧人間啦，咁啊一連四集咧，我哋都係專訪啊我哋嘅長輩兼好朋友。啊，好似講呢個字好似好生我呀，明唔明啊？咁快第四集啦，好嚴肅噶，係啊。咁我嗱，我哋都分別講過阿 Q 爺點睇父母啊、成長啊。上個禮拜比較嚴肅啲，生死話題嗰方面，即係佢豁達啦，啊，即係講到出嚟，我哋都覺得人生，我哋生死有另一個睇法。嗱，今集我哋真係比較又係另一個話題，就係講人生。因為人生你知啦，其實就好虛無縹緲，咩叫人生啫？即係其實人生係講你啲經歷噶嘛，其實咁啊，我真係比較，我算我唔好彩啦，我識 Q 爺就比較後段少少時間嘅。即係後段少少嘅，冇即係早期。我亦都唔係早過你好多，即係早幾年到嘅。早一兩年到，早一兩年啫。即係我成日聽佢身邊啲朋友講啊，你梗係唔識 Q 仔啦。佢比起即係尤其是我識個出版社嘅社長，佢都係有話你識 Q 仔啊？因為 Q 仔嗰啲文語言幾勁啊，陶 X 啊，我唔講邊個啦，即係嗰個才子啊。交叉傑啊，交叉傑行埋一邊啦，真係咁講。咁啊，行埋一邊啦。你知唔知啊？咁即係我啊，比較後期再睇翻，即係《承蒙理財》咪送咗本書俾我嘅。而家都喺圖書館有。仲有個一人問候九七。係啊，即係咁啊，留意翻阿Q爺又 po 翻啲文上去啦。咁啊，知道阿Q爺對佢嘅人生都好多睇法。咁啊，Q爺，你覺得你人生係今日回望順多定係逆流多？都好難講啊！即係我有個朋友講嘅嘢，我覺得即係幾啱。即係每一個人咧，其實將你一生所有嘅嘢咧。即係幸與不幸嘅加埋咧，其實總和都係一樣嘅。哦，即係有人咁樣講法咧，即係咁樣講法咧，個案聽落都會好舒服。即係你唔需要特別羨慕人哋，亦都唔會又唔使特別以為自己比人哋好巴閉。其實個人都一樣嘅，一定有。即係如果一個人你可以想象，唔係每啲人都可能有嘅。有啲人可能一生之中咧，表面上如果從俗世標準係幾好啦，係咪？一生無風無浪到功卿，啊，即係父慈子孝、妻賢子孝，即係又榮華富貴咁。如果用俗世標準的話，啲人好幸福啦，係咪？呢啲都係寫出嚟就多，從來未受過苦，做過難。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人生係咁樣，可能都唔係一件係好事咯。即係睇下平淡。我哋以前細個讀書咧，即係讀《論語》，我諗好多人都讀過啦。即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細個其實唔係幾明，但係你做人做到個階段咧，你就會明嘅。嗯。即係講係其實冇用。我想覺得生命係一種即係一個實踐嚟㗎嘛，即係。我都慶幸諗翻轉頭裏邊，到而家嚟講，如果用俗世標準裏邊，一啲都唔成功啦，又唔係即係榮華富貴啊嘛，即係可能去到而家裏邊，即係仲要即係憂慮做晚年唔知點樣過啊之類嘅嘢係嘛？咁但係我又冇後悔到啊，都覺得係都幾慶幸叫做咗香港人啦。其實點解近年有朋友即係成日叫我寫回憶錄嘅，唔係因為。你個人有啲咩精彩嘅事？固然我都識好多古靈精怪人，話見證好多嘢，係有少少似啊！佢話你其實有少少似，如果你睇個《Forrest Gump》嗰套戲，你有少少似《阿甘正傳》。個原因係點解？就因為咁啱得咁巧，我1950年出世啊嘛。咁啊，香港即係當然香港存在咗好耐啦，但係即係呢個大陸解放咗之後，1950年差唔多一個開始。1950年開始。咁咪咁啱，即係香港由1950年到今天，而家超過大半個世紀啦，即係60幾年啦，係咪？咁我又同一個即係年代成長，咁我經歷裏邊唔多唔少睇到過去嗰60幾年裏邊香港嘅變化咯，係咪？咁所以即係從呢個角度嚟講，都覺得都有幸做咗香港人，因為如果你諗下，你即係其實命運好得意啊！因為我嗰陣聽我媽講過，本來老豆，所以佢都講話佢可能係自殺都唔定嘅，因為佢生前有講過就話，萬一佢唔喺度嗰陣時候咧，因為我哋黎家嗰間祖屋喺廣州啊嘛。直接叫我媽，你不如改嫁，將仔女就拎翻曬去，即係交，即係翻廣州，翻廣州。喂，如果我媽都係咁做的話咧，我嘅人生可能唔同咗啦，係完全另一條路啊！我都唔知會係點啊！唔係，可能做高幹咧，可能做高幹咧，變咗萬化騰都唔定，即係唔知道啦！呢個世界係咪？即係所以生命嘅就好得意嘅，其實你永遠都唔會知道嘅。即係所以後嚟讀。讀書嘅時候都受過存在主義影響，裏邊係最記得，即係我幾同意啊！如果站喺個人角度裏邊，你每一個人其實你點樣出身，生喺邊度裏邊，唔係你決定嘅，係嘛？即係用存在主義嘅講法，就係你被拋擲到呢個世上啊嘛。係嚇，
但問題跟住之後係點咧？就係、是、你自己決定喎。嗯。即係雖然都會受到客觀環境嘅限制，係咪？嗯。即係譬如你喺香港成長同喺大陸成長唔同，你係香港人同埋外國人又唔同，係嘛？即係喺唔同歷史年代裏邊又唔同。即係其實每一個人嘅生命都唔會一樣。嗯。係咪？即係就算大家係香港人，你係而家先出世同埋你喺五十年代出世啲唔同啦。嗯。係嘛？即係歷史唔會重複翻噶嘛，即係唔會完全一樣噶嘛。過去咗嘢就過咗，所以每一個人我都覺得佢嘅生命都係獨特嘅。嗯。都係即係，所以正因為咁樣，人生先有意義咯。啊。即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即係好多人會慨嘆話自己好似誒一生誒、一事無成，其實又唔係嘅，即係可能你就係太過被動，你冇發揮到自己本身。可以，即固然，即好似馬斯話齋，即人類創造歷史，不過就唔係中意點樣創造就點樣創造，你有好多條件限制，但係問題始終都係你自己可以，有啲嘢你係可以掌握得到噶嘛。嗯。咁所以我覺得人生意義就係喺你可以掌握到嘅範圍之內裏邊，你咪做到自己即最精彩、最滿意咯。咁即如果人生嗱分，通常我哋都會分三個階段啦。咁啊，年青啦、中年啦、老年啦，你覺得邊段時間你係最精彩咧？我想都是青年的時候讀書的時候我覺得最即不是中年都不是、我以為你答中年、反而我們認識那一刻是認識 我未認識你那些人說你中年很精彩反而是之前、你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覺得年青最精彩不是那你那個經歷、多一來我認為如果你叫我回頭、香港過六十幾年裡面我最喜歡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剛剛成長的時候裡面最多的變化最多的變化但是你去到即係成長咗，其實八十年代咧，如果你講富裕，或者個人嚟講，應該係最好添，即係嗰陣時叫做揾得最多錢，之後啲物質條件最好添。反而我覺得唔係冇以前六七年代即係咁，即係嗰陣時可能好多即係你話幻想又好，或者理想又好啦，即係機會處處你對未來好多憧憬噶嘛。但係你反而你近年嚟講，你其實冇咩憧憬嘅，即係。的現實，即係你只係跟住現實咁樣過，即係可能你會係可以利用到嘅條件裏邊，你會生活得好啲，就咁多啫。但係你其實冇咩即係前景嘅。坦白講，而家我有啲人會即係成日覺得話，誒聽話你可能會即係移民，即係識我啲多數嘅 Kevin 都話，喂你一定會好悶嘅喎，點解你會走？唔係呢個我幫手講埋，個個都係咁樣講嘅，但係佢哋唔明白一樣嘢，有一樣嘢我好想做，但係啲人唔會知。嗯、我講嘅而家都唔明，但我自己係想去做，因為點解？你都計到啦，我而家66歲，我都唔知自己係即係有幾多歲命，但係我就會知道自己可以活動能力可能得5年至10年。咁、所以如果我真係移民的話咧，我剩低嗰10年8年咧，係做咩咧？就唔會做以前本身做嗰啲嘢㗎。咁我做咩咧？冇睇透露啊！我想試下過另一種嘅生活咯，做另一種人咯。有冇啲具體啲？具體啲，另一種人之後，會唔會多啲？好空閒，好空閒，即係撚下帳嗰啲人，唔係嗰啲啊。唔係，你做一個真正嘅，即係你話外國人都話，譬如我移咗民加拿大啊，即係做一個，即係我唔會再諗香港，又唔會諗中國嘅嘢。哦，即係當你自己一個加拿大人，生活喺加拿大裏邊。諗下啲楓葉。你將係你嗱，其中我一個夢想就係希望近啲咧，我最有興趣去南美。哦，真係去旅行喎，真係可以去旅行咯。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佢好死遠噶嘛。係。如果喺加拿大落去，咪易好多咯，係嘛？即係話之後，你過嚟嗰種生活啊，即係將你前半生嘅嘢全部掉低。哇！好犀利。係。即係全部，即係埋一單先啦，唔好理佢啦啊嘛。即係唔好再講以前嘅嘢，因為以前嗰啲已經過去，對都冇影響啦，係嘛？咁你可能再活落去，你會生趣，因為我唔知道未來十年會發生咩事啊嘛。未來10年發，咁你咪會有一個希冀咯。其實我覺得人即係可以存在落去，或者生活個覺得係刻意嘅的話咧，就係因為你有希望啊嘛。喂，如果我好太清楚知道，譬如我再留喺香港，我都知道出年係點，後年係點，年都一樣嘅。咁有乜癮啫？嗱，呢個可能我嘅性格嚟嘅，我好唔中意啲嘢重複嘅，即係做過嘢又唔想再做啦。做過嘢又再做，有乜癮啫？係咪啊？咁你人生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即係多啲唔同嘅經驗咯。咁而家最好啦，而家呢個世界同以前唔同，以前嚟講就係你可能會局限於一時一地。但係而家你經歷咗咁多嘅變化之後咧，你好多嗰啲嘢其實可以唔係你一個所謂你嘅限制嘅，唔係你唔會捆綁住你，即係無論即係啲咩國家情懷啦、民族情懷或者咩政治理想嗰啲，其實都係一啲枷鎖嚟嘅嘛。咁你你可以你換咗場景之後，咪做唔同嘅嘢咯，係嘛？
你唔會唔通我去加拿大仲諗2047問題咩？關我鬼事咩？諗下你未來嗰年做啲咩好過啦？即係我就會咁諗嘅，即係咁你個活得咪有趣好多咯？因為我唔知道會發生啲咩事啊嘛，係一個完全新嘅嘢啊嘛。嗯，即係我就會咁樣睇人生嘅，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係咁啫。咁你會活得過癮啲啊？嗱，我就你身邊即係我識你嘅啦。你有兩套嘢咧，我都試圖跟你學習啦。一套就唯物辯證法啦，另一套啊，你最響度嗰套政治經濟學啦。你會睇翻呢兩套嘢，其實啱，即係你覺得用呢兩套嘢覺得啱唔啱？其實啱嘅，你對個人對一個家庭社會做乜嘢？一個好。好現實，即係始終我哋而家活喺個世界裏邊，你話咩社會都好啦，其實基本上都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啦。錢唔係真係萬能，但係冇錢就好多嘢做唔到，係嘛？即係你譬如你簡單到你想活得自由一啲，咁你冇錢，你如果你連基本上自己嘅生活都成問題嘅，咁講其他都嘥氣啦，係嘛？即係魯迅都識話啦，一求生存，二求發展。即係就算你睇啲所謂心理學裏邊人格發展都係啦，所有人都要一定要解決最基本嘅問題啊！即係呢個起居飲食，你搞掂咗先有條件去講其他嘅嘢。嗯，如果唔係講嚟都嘥氣咁嘅啫。所以呢個所謂唯物，即係呢個係一個經濟基礎裏邊係最重要嘅。係，你而家其實你去觀察好多嘢都係嘅，好多人嘅行為咧講乜嘢都係嘥氣。你睇下佢實際上係點樣生活咧？佢個物質條件係點啊？你已經差唔多大個估到佢嗰啲究竟真定假，同埋佢做嘅嘢係即係啲咩嘢？其實好清楚呢樣嘢。你自己都係啫嘛。咁所以我都會覺得每一個人其實首先你都係有責任嘅。其實對你自己又好，對你屋企人又好，解決你自己本身嘅經濟問題咯。解決咗之後咧，你有條件去談其他嘅嘢，去做其他嘢。即係其實喺現實社會裏邊，每人嘅自由嘅程度係同你嗰個物質條件裏邊係成正比嘅嘛。其實。咁啊，即係仲有四年左右咧，你就70歲啦。咁啊，三年幾嘅啫。以前啊，人心就70古來稀啊。而家70歲，香港好普通啦。如果70歲，你仲有咩心願？你覺得可以即係或者想法？我想70歲之前或者70歲嗰年完成嘅咧，即係你有冇人生應該梗有多少？即係話冇又好似有啲呃人啦。會唔會有啲嘢覺得我呢幾年我真係冇做到，我希望70歲或者70歲之前我做咗佢嘅咧。其實都好實際嘅，就係想建立多啲物質條件咧。我仲咪講過話，如果真係移民的話咧，剩低嗰5年或者10年裏邊咧，就係做一啲完全係即係同過去嗰前半生做嘅嘢係完全唔同啊嘛。咁嗰個係需要物質條件噶嘛？咁你咪要揾多啲錢先做。呢個我睇到呢個好實際。呢個咪唯物辯證啊！呢個好實際，因為質根辯證。係啊，所以好多人唔明白話點解有啲人好奇怪，點解你無端端走去做一啲走去。以前你冇做過嘅行業啦嚇。嘅行業啊，點解你會做呢啲嘢咧？都符合你中意試新嘢。啲人一來咧就係你我唔係為咗試而試啊！我覺得係可以賺到錢咪去做咯。咁啊係。即係咁解啫嘛。咁。嗱，而家同以前好唔同啦。以前嚟講，你後生就可能你話左交尾都好咧，就有啲頭筋氣噶嘛。即係你特別係啲人會覺得，咁庸俗啊，就掛住揾錢之類做啲嘢，佢唔明白啦，梗係啲目的喺度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咁問啊，即係好具體啊，我梗係希望喺真正移民之前裏邊咧，即係能夠儲得最多，越多錢越好。你越多錢之後嗰5年10年裏面嘅自由度越多咧，越可以做到你自己做嘅嘢啦。咁你話想落？去南美玩，咁都冇錢點落去啫，嘥氣咁。又掛住呢樣嘢喎。唔係，好簡單啫嘛，其實根本就係。咁我又再問你啊，你好，你又揾我，即係同其他長輩唔同，你喺我心目中，你係唔怕俾人哋即係點樣質疑你嘅？即係嗱，譬如你最近你做某啲行業啊，有啲人都會覺得，點解 Q 仔會做嗰啲行業？但係你從來唔怕人哋話你嘅，你點解有你嗰個胸襟點可以做到咁闊？唔係容易做嘅老人家，老人家都係多數都係方丈嚟噶嘛。唔係，其實呢個唔係老人家嚟，係中國人問題。你有冇發覺中國人咧，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即係弱點係乜嘢咧？係好多人唔係，因為可能我哋嘅文化即係香港人，即係中國人係其實係因為儒家文化係講個人字都係兩個人噶嘛。係即係好多時係好重視人哋點樣睇你，其實唔係為自己活，係為人哋活嘅。嗯，咪即係同喺外國唔同，外國其實好個人主義。咁我哋香港人咧，可能係夾縫之中啦。嚇，其實。為什麼我覺得某個意義上香港人其實不是中國人呢？意思在文化上其實不是中國人，因為香港人是太相對受西方的影響大一點，即是個人主義是強過集體主義，所以在香港裡面其實很多意識形態分歧，去到最後呢，其實有些人就因為民族主義啊、愛國啊，所以變成是有差別而已嘛。
所以我就會覺得就係、是，首先你唔係為人哋，你嘅生命係你自己嘛，你為你自己活著啫嘛，你唔需要太介意人哋，即係點樣睇你。嗯。喂，現實上即係講真，我成日都覺得係，點解我都唔係好信睇相啊？呢啲嘢啦，係有啲人好中意睇相，好中意講下命運咧，因為。我道理就好簡單，呢、這個世界上有邊一個人會比你自己更加了解自己咧？嗯，喂，如果你自己都唔了解自己，有冇可能有人會了解你多過你自己咧？嗱，好多人都唔係喎，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喎。唔係啊，嗱呢個就係問題啊。好多人就因為自己都唔了解自己，所以咪要去信啊，即係宗教信仰就去睇相啊，等人哋話俾你聽。但係呢條友荒謬，嗰條友有乜可能會知你多得過你自己知自己啊？你一生做過啲乜嘢，經歷過咩，係你自己先清楚啫嘛。所以以前啲先賢講嘢都唔係錯，即係我有個新嘅解讀嘅。譬如你話呢個呢個唔入三省吾身咁樣，我意思就話你每一個人都要成日反省翻你自己啊嘛。我其實最中意分析翻自己嘅，即係喺唔同階段了解翻自己點解自己有咁嘅行為。呢個咪令到你自己更加清楚你自己係點解，所以我唔係好太過理會人哋點睇你，因為人哋唔明白你係正常啊嘛。佢又唔係你，佢點會知你做乜啫？係咪先？咁人哋對你睇法亦都係正常噶。咁但係佢嘅睇法關我咩事啫？我又唔係要靠即係佢嘅睇法係咪先？即係我嘅講法就。就好簡單，即係我記住呢、這個，因為我嗰陣睇過 Andrew Marlow 即係法國一個哲學家講就係、是，即係我做人處事態度就好簡單，就係、是、never complain, don't explain，、又唔會投訴，但係又唔解釋。即係如果係你朋友嘅，即係明白你知我者，就自然會明白啦。如果佢唔明白，佢都唔係你朋友啦。咁你怎麼理佢點睇啫？呢、這個就是我嘅睇法啦。我做乜嘢，我梗係知道自己做乜咧。我真係傻嘅咩？咁大個人，我梗係知道自己做乜啦。咪你向你自己。負責交代啫嘛，你唔需要向人交代嘅。嗱，咁如果問啲好簡單嘅，即係啲問題，就係話咧，嚟到一生之中，你哋覺得有咩最滿意咧？嗱，例如話，我問有啲朋友就話，我成家立室啦，我有個仔啦，我啲事業有成啊。你咧，即係阿黎則憤，你覺得你而家已經67歲啦嘛？喺呢一刻，你覺得有咩係最滿意嘅咧？其實最滿意人，你人嚇，你直到呢步，你覺得我諗咪忠於自己咯，忠於自己，即係忠於自己啦。其實我都其實都好難做到嘅。呢個世界裏邊，你有陣時好現實裏邊，你有陣時被逼要妥協，都要被逼，可能出賣自己之類嘅嘢。即係慶幸就係唔需要做呢啲嘢，可能。不可以話之前冇做過，即係我都唔可以嘅咁講，即係唔多唔少，我諗人生都有啲嘢都會妥協啊，會有，但係基本上都叫做係可以忠於自己，做到自己想做嘅。咁你唔係話冇犧牲嘅，其實都犧牲咗好多嘢，即係犧牲咗好多機會啊，犧牲好多嘢。咁但係呢個，你諗翻轉頭，你覺得都係冇乜所謂啦，都係值得啦，係咪？如果你唔忠於自己，真係做咗馬化騰好耐，我覺得。即係我跟你揾食已經發咗，係啊。咁Last不如都係最後一個問題啊，好嘛？一個相對嘅啫。遺憾事你介唔介意同人分享？有冇遺憾事？即係話，我爭咗，即係應該我啲遺憾應該做得更好嘅，但係冇辦法啦，真係做唔到。咁有冇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咗咧？有冇遺憾？過往嚟到講，我記得嗰陣時訪問啊李敖咧，你因為李敖其實都好，我都係好受影響。即係如果你一睇咗個李敖嘅書，就咪講佢死老豆又唔跟傳統，即係走去拜祭，即係佢種反中國文化。咁後來訪問時，佢都講過晚年咧，其實對阿媽都幾好嘅，即係。他要反很多世俗的事情，那我就記得，即其實呢，即現在自己做了人老爸，就會知道，即其實我們做子女，即以前對父，對我老爸都說，很小的時候，對媽媽其實都不是，都是很好的，即沒有做到一個兒子應該，即做到，你想想，很簡單，原來大學畢業的時候來說，就因為自己那種的，所謂傲氣，或者是，即理想反叛。我大學畢業咧係冇去行禮噶嘛，係啊，哦，我冇去即係畢業禮冇咗，哦，冇去，因為當年畢業禮咧就係喺呢個大會堂嘅，冇冇。喂，你諗下喺70年代畢業，好巴閉，好巴閉，康大畢業係咪先啊？我肯定如果我去做，肯定變咗新聞人物，因為我知道前我幾年裏邊港大有個雙人字畢業裏邊咧，結果《東方日報》就係有訪問佢，後來我記者教咗俾佢添，哦，即係嗰個會計師嚟，不過好似不幸即係過咗身。咁我當時咁就因為自己即係呢個所謂理想啊嘛，就掹住我。其實嗰陣時嚟講，諗好失望嘅。雖然你可以話，即係從一啲好批判嘅角度嚟講，阿媽都因為虛榮啫，係嘛？咁啊，事實上我成個屋企裏邊係得我嗰個叫讀完大學啊嘛，係嘛？咁你諗翻轉頭裏邊，其實呢啲好小事啫，你令個老人家開心，開心，佢係啊，佢當然。用我哋嗰陣時有啲咁批判性嘅思維，係左嘅就覺得好似多餘咁樣，咁唔巴閉啫，大學畢業啫嘛，係咪？但係你從翻佢個角度嚟講，
嗰個可能我一生裏邊最榮譽、最開心嘅事。嗱，呢個就係我訪問阿李旺嗰陣時，佢都有咁嘅，即係諗翻自己年輕嘅時候，即係咁冇慢性咧。其實呢啲都係一種遺憾嚟嘅。嗯。即係當然呢、這個，如果你諗翻轉頭，我就會覺得就係、可能由細到大啦，因為個家庭其實都唔係好完整。嗯。即係個老豆即係好在唔喺度，其實屋企都係冇乜即係所謂愛嘅教育嘅。嗯。咁我諗翻我自己，其實呢方面都係好失敗嘅。嗯。即係所以變咗同下一代裏邊都會有啲關係唔係咁和洽裏邊咧。咁呢個我諗唔係我自己經驗，我觀察好多朋友都有相同嘅問題，即係嗰啲父子啊，即係母女裏邊就係因為其實可能我哋中國人嘅關係咧，同外國唔同。外國你見到好多好細個就已經好親力嘅關係啊嘛。其實中國人可能傳統嘅文化裏邊比較係有個長輩關係啊。係啊，咁啊變咗其實呢個係唔係咁和洽，呢個可能就係。唔係我淨係我個人，我諗係成代裏邊咧都係一個遺憾嚟嘅。咁但係有陣時好難講咯，即係有啲嘢已經發生咗，你又唔可以走翻轉頭嘅咁樣係。咁、我即係問你啦，你覺得你人生算唔算好精彩呢一生？你可以講，而家你六十幾歲，其實可以講，算唔算好精彩？定係覺得麻麻地即係好普通？你覺得算唔算好精彩呢一生？睇你點樣定義，就我諗從經歷嚟講，我都覺得算係嘅，因為都認識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即係我成日都，我雖然唔信睇相，但係有一次有個唔記得咩相同我講，我覺得佢係講得啱嘅。佢話你係會，你識葉漢良嘅喎，係葉漢良呢個葉漢良。你識葉漢良嘅喎，佢就幫我睇話，你會經歷到一啲嘢咧，其實正常嚟講係同你冇關係。係。咁我諗翻轉嚟，呢句係真係真嘅喎，即係我真係有啲人識嘅，我都唔係嗰個圈子嘅，但係因為好一個偶然機緣巧合嘅，咁就無端端就識到佢。嗯。啊，即係譬如好似舉例，我都唔係電影圈嘅，但係我都識到一啲，即係都識到一啲明星咁。啊。佢因為係做過商台一個理財節目咯，慢啊，啲明星想嚟做嘉賓，即係有陣時你覺得好奇怪，即係我都唔係嗰個圈子嗰啲人，但係無端端又會同佢打咗交道，咁你所以覺得嘅生命都好奇怪，即係唔係我自己決定，但係。咁冇所謂啦，隨遇而安啦。咁但係回望翻過去裏邊咧，咁你都覺得都即係唔係你唔可以講話有啲咩成就，但係都幾過癮啦。好啊，咁啊，今日就一連四集啦，非常多謝阿 Q 爺啦、黎則粉啦，就我哋嘅長輩啦，都同我哋分享咗呢、這個即係佢一生嘅睇法，即、就、係、是、嚴肅到生與死，同埋點樣睇人生。因為好多人咧都即係、就是、Q 爺都好坦白，有啲人對於人生就會有啲。逃避嘅，就算長者都咁話，即係咁啊！往後我哋都會會請啲朋友上嚟傾下偈，都會同我哋講下即係人生啊、生死啊、點樣成長啊，咁都會一路咁請啲朋友上嚟嘅。係咁啊！呢一集就時間係咁啦，咁我哋多謝 Q 爺先，多謝 Q 爺，多謝曬先。咁我哋下個禮拜見，好唔好？好，拜拜。由孝思源赞助播出。